夏老师讲故事节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夏老师。前面个节目，我讲讲王阳明个故事第四集《金山赋诗》。明成化十七年，是朝廷三年一次个大比之年，朝廷要开科取士，一科个进士一共取了300个。阿拉余姚作为一个县，就考进了9个，占进士总数个3%。而且一科个状元王华、榜眼王勋，后三是余姚人。我特别要强调个是，明成化十一年个状元贾谦也是余姚人。短短6年，阿拉余姚就2个人考中状元，成为科举史上个佳话。王华中状元后头，因官吏被授予翰林院修撰，主要职责是记录皇帝个日常言行，为皇帝讲读经书，还要草拟皇帝个文稿，相当于是皇帝个贴身秘书。第二年，王华就派人立即齐国个老爹卓显公到北京开。11岁的王阳明也跟着爷爷读过上京城，两个人一路不平。有一年来到了江苏的镇江，当地的士绅听说立了新科状元的老爹，便在金山寺设宴为给了接风洗尘。一个金山寺就是传说当中白娘子三漫金山大展法海的地方。酒过三巡，就要作诗节，出于礼貌，大哥请卓显公先作诗。可是卓显公因为高兴，多吃了几杯酒，头摇了半年，一句诗也作不出来。不就是写诗嘛？小阳明心急着，在旁边头脱口而出：“金山一点大如泉，打破未央三点天。再忆苗高台上月。”玉箫彩出铜龙眠。小阳明的首诗文字虽然简朴，但是气度非凡，既应了年前至今，亦有奇妙的想象。大哥年龄在，介小的小人会出口成诗啊？还有人怀疑小阳明的首诗是别人写好浪个，别墅后头临场发挥。于是有人以重新出题，要小阳明以碧玉山王为题目重作一首诗。小阳明稍作思考，又随口应道：“山景月圆极月小，便道此山大于玉。昨日有年大于天，还见山小月更亏。”格格一来，大哥彻底背不着。山与玉，大与小，圆与圆，朴素的辩证关系竟然从11岁的小阳明的口里吐出来。神通啊，神通！大哥对小阳明是赞不绝口。观众朋友，前面王阳明的故事先讲到头，阿拉下期节目讲第5集《立志成圣》，谢谢各位。